火鸡面配炸串，老规矩啊，果冻，一定吃一个。我们先来吃个串吧，配个金针菇。辣椒，蘑菇，太香了。海螺，我只吃两斤一个的，大号吃着才过瘾。一定要顺着它这个螺纹转出来。黄，苦仔，这个不能吃啊。肝脏，吃多了会头晕。一定要摘掉。如果你也喜欢吃海螺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
人不说暗话，我想要个双击哦。今天来个大鲍鱼。哎呦，来闺女，给我上辣椒油、辣椒面。等一下，妈妈，你又要怎么坑我啊？你天天吃都没有小红心，今天我来帮你吃吧。那你帮我吃就能有小红心了？那当然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肯定会给我的。嗯，那好吧。妈妈，帮我上辣椒油、辣椒面。辣椒面太辣了，给你来点辣椒油吧。不、哦，老铁们，看闺女多棒，来个小红心吧，谢谢。爸爸说：“闺女啊，你一定要坚持拍，哪怕一个赞、一个评论都没有，哪怕家里的牛肉干都被你吃完了都没关系。我相信总会有人支持你的，闺女加油！”老铁们，大爆头，全网最大的啊！能不能给个双击？能不能给个关注？搂起来！麻烦大家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！全网最大的爆头，看着米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爸爸，辛辛苦苦养了30年的蜜蜂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去努力，也得不到别人的喜欢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如果您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人，请给我爸爸一个双击吧，谢谢你。肥牛饭。辣白菜。马上直播。感谢关注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